Warn you later!每一只上面都还有两个信号传感器，丢丢丢丢丢丢。大家好，我是乡村师叔连百八，美丽脸山人工研究的白牛蜗牛。蜗牛肉被誉为肉中黄金，这味道肯定很攒劲。咱们今天早上腌制蜗牛，也来尝尝香。洗蜗牛，加油，白醋，让它吐出黏液，吐出泥沙，看看这东西有多脏。 给它洗干净了，好嘞，取出蜗牛肉，给蜗牛壳焯水，少来点料酒，把蜗牛的内脏拔掉。 蜗牛肉上撒点盐，给它把粘液抓下来，好多的粘液呀！看，用清水给它冲洗掉。这蜗牛肉上面这粘液还是很难洗的。 来，洗好的蜗牛肉，把水分擦干。水烧好了，把蜗牛壳捞出来，切点洋葱碎，拍点蒜。 切碎盐、胡椒粉、黄油、拌匀、馅料、肉，再一层馅料。 盐炒热，盛出来，把盐摊平了，让他们排个队，烤蜗牛了。 闭上鼻子，铺上锡纸，上面要放上炭，上下通烤。朋友们，烤了20分钟了，应该熟了，打开看看。 抽掉锡纸，哇，这颜色攒劲的很，香气四溢啊！哦，看着不错，先吃一个。哦呦，哇，这味道太攒劲了，跟鲍鱼一样。
这个馅料啊，跟蜗牛肉配到一起也是恰到好处啊。这东西头次吃，味道还挺不错呢。我看这汁是最鲜的。感觉这两箱有点不够吃啊。看看朋友们，这肉就这么一点，特别的香。这东西烤熟了都还有拉丝啊。哎呦，这几个都组团了，把他们团灭了。哇哇哇烫，哎呦。